OK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，我是君主。那么这次要玩的是这台英国的挑战者二型哦，那也是我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台坦克哦。尤其我作为一个精英分子，一个精神英国人啊，那英国的坦克势必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哦。那尤其这台挑战者二型啊，你看这个外观哦，看上去是非常非常的帅哦。那这台挑战者二啊，是所有挑二系列里面最初的这一台挑战者二。挑战者二呢，除了在英国陆军有做服役之外啊，它还有在阿曼陆军啊以及乌克兰有服役。挑战者二本身是以这个挑战者一去做重新设计哦。那虽然说外观很像是挑战者一啊，但是它的通用零件啊确实非常非常的少。那这台坦克啊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体现了英国这个优雅的精神哦。它就是走得非常非常的缓慢，但是就是很沉稳这样子。你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机动就是它的引擎是在1200匹马力，那它的最大前进速度是每小时59公里，后退速度是每小时37公里。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吨位啊是63.6吨哦，再加上这个引擎是1200匹马，所以它这个公重比其实不会来得太好，应该是全顶级坦克里面算是倒数的公重比哦。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弹药的布局哦，它这个弹药是采用分装药的设计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发射药跟弹头啊是分开来放的哦。尤其这个发射药啊，它是接近于这个车身下底盘的位置哦，所以你的这个下底盘如果被敌人打中啊，打穿了这个弹药打到这个发射药啊，或者是破片伤到了发射药哦，你的发射药有可能会炸开来哦，你就会造成这个全车殉爆的可能啊。那另外就是这台车啊，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炮盾的部分啊，炮盾的结构其实非常大、哦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对这个范围啊是非常的大，所以它这个敌人打的时候其实是蛮容易打进去，你就会伤到上面的这些乘组员啊，或者是这个炮栓就会被打坏。那这台车的火力啊，可能是所有顶阶车火力里面最贫弱的一个、哦。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钢针啊，是打的是 L27A1。那它是所有顶阶主战里面应该是倒数的一个顶针啊。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锤穿哦，就在564毫米。那个人觉得啊，这个穿身跟后效其实不是太好啊。那这台车还有一个蛮大的优点啊，就是这台车的热成像是高清热成像，而且是全幅无黑边的这个热成像哦，所以你在锁敌的时候应该会挺方便的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台车它在实战中的一些表现吧，走。哇 ，B 点他们已经在站了，砸了个后炮。看到一台车，应该是两台的样子。左边也有 T80， 身后推一点。OK， 解决开T80。大家听一下，他从右边来左边吧。那个右边哦，右边。904，往左边来了。油箱。还有一台904，哦不灵哦，好强！听到一台瑞典车。Oh, shit. Okay.
偶尔打不坏那个墙。又对，有要帮忙破墙吗 ？Nice， 他们等一下那边埋伏一下。那炮筏坏了。重点是现在在里面的人不确定有多少，我想要高推过去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他死了。那这地方小危险，然后台 BMP 就这么解决。然后左手边有一台 M1 的声音。好，有一台，那是什么？铠甲一下。1128。嘿。OK， 解决。改一个位置，我们去 B 点。OK， 我们看到了 ，Nice。我的炮箱又坏。前手发动机，我们直接走过去 C 点的旁边，去看一下，要不然去拘留那个石头那边好了，封住他们的路，希望可以到那里。大家看到厉害。OK， 解决一台，哦，还有另外一台。OK， 解决一台，还有另外一台啊，这没办法，二 H 七。OK， 我们再赶过去一次，看能不能过去。挺多卡五零、卡五二的，希望他们可以拥护我一下。看到那里有一台车，你看到他在打那个机枪。看从这里，哦，看到一台 A 七。啊！没事没事没事 ，nice nice nice。哎呦，哪里来打的？但是我们先开上来，看要不要下去那个坡那里，斜坡呢？那 PSO 打掉了，哦，看到了。哎呦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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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。OK， miss。哇，他开进去了。650，要谢谢。有人在朝这里开过来。关一下引擎。啊！好打，尤其德国跟瑞典，这钢针不是很好打。
哦，上面一台豹子，应该是122，还有另外一台。这台是炮没坏。死掉了，不过后面应该还有一台，哦，后面一台 Abrams， 那是二 P 了啊，上面一台开炮了，前进，被石头卡住了，他要开炮了，啊，他的炮发坏了。哦，炮环快的修一下，然后下面有一台应该也是豹子214，是，然后上面那台还在往前走了，看起来不确定是不是他下来，上面那个也还在，看一下后面，大概104修好了，那我们就看前面。看那台豹子死了，然后那台 Abrams， 然后那炮台。OK， 我后面的，谁打我？那台 Abrams 的炮发坏了 ，Abrams 死了，下面有一台豹子的样子。OK， 我有点想下一点，我们下一点吧。这样滑下去，大家看到一点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应该是那一台。啊 ，ammo cooking。啊，车长炮手。那里还有一台 Leopard， OK， 那台死了， OK， nice， 我旁边是那个 Abrams。在下面，在下面。Nice。我们去看一下 B 点的状况。OK， 我。OK， 我右边那应该是对的吗？不是哦，但我要从后面绕的话会有点危险，我们刚刚看一下。OK， 我们确认一下。下个点，下个点，打一扫 ，Yes， 死了。从这边回去。好，听到上面还有 Abrams 的声音 ，Nice Nice， 他应该被打得死，因为我还有一段时间才可以开到上面去。哇，他死掉了，左边有人，左边也是 Abrams， 下烟了。死 ，OK， 不确定打死他什么那个104的人还在不在？你可能过去看一下，然后听到了，死了死了死了 ，Nice， 不过还有一台，还有一台，哦 ，shit， 不小心按到了。
Nice。我现在高爆弹了，应该说 ，Hish。啊，他躲起来了。哦，他在墙那里。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先换个位置。我们去哦 ，A 点是星坛，那我们去 A 点吧，顺便把 A 点给站起来。哦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哦。到罗兰，高点 damage， 全部。Oh shit！ 引擎 is burning。Come on！安博 ，Yep。Target destroyed。加的，Nice team match。他罗兰，没事。要不我们上前吧？想不换那个 hash， 换一下 hash， 想打那个罗兰。罗伦，算了，对，切一下那个。我们躲到石头后。想找到那个罗兰啊！去打那只罗兰。现在位置不一定安全，哦，很有可能右侧或左侧就有人。哦、OK， 去这里吧。防守地点。哦，怎么在掉证？看要不要。吃个核弹，对面有飞机。哦，看到六炮，两台六炮，你换一下那个防卫，一台死了，把我的炮伤坏。OK， 好吗 ？Finish me。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丢不到。
国跟瑞典都在对面，就真的不是很好办，但尽量吧。哦，上面有人。好吧。Nice， 来了克莱尔。上面那台不知道死了没，然后旁边那台日本车，是日本车，不知道什么。德国上面那台应该死了，看一下，应该还死了，那台是292。有，真妈的，真干脆。贴手还是什么东西的？砸个火炮吧，让他砸我们火炮，我们就砸火炮。Nice， 好，可以烧开炮了。Okay, nice， 二下二下二下。就是 T80 ，Nice。那我们确认一下后面 ，OK， 还有一台豹子啊，听起来是 OK， 没办法开过去了，我们就支援他吧，我们看他帮他看一下后面，有一台车在左边，应该是这里，这台是轻弹的声音，所以不确定是什么。走我后面呢，还是走我前面呢？再靠过来，布马，不是，这不是布马，是，算了，直接从这里过来，飞弹车，然后布马在那里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布马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! I need to kill him. Okay, okay, 再一次。Okay. 下个烟，我们后退。正前方有人。然后有292的样子，哇！被他打到了。你就尽量赶快去。那个我们的没卡瓦那里吧，他应该 engage 了，希望他可以标给我，他在哪被哪里打、啊，在他正前面是吧 ？All right， 爆二 P 啊！哦、oh, shit， 他转太快了。有 ITO 有骨质，那先确认一下 ITO 在哪里。ITO 死了 ，OK， 我们直接拉起来。好，看到这台 ，OK， come on， 啊，躲起来。180，等一下哦，看到哪里有人？好，这里有台。坚持下去，胜利就是我们的。出来呀、啊！哦，后面那人。哇，被石头挡住了，咋都被石头挡住了。那我们再打一发出去。
切这个，切这个，切这个比较在外面的这个。哇，居然没打到！你人太厚了吗？哦，他要躲到正等下半区后面这个，也可以吧 ？Nice， critical， 15秒。Come on， come on， give me kill， 不不，爆炸吧你 ，Nice。然后这个。哦，就黑，居然只有黑，哇擦，又只有黑。OK， 那以上就是这台挑战者2它在游戏中的一些表现啦。那这台车该怎么说啊？它给我的感受就是这种不温不火的感觉啊。尤其你的机动性哦，其实不是非常的好哦。落后于同阶的主战坦克蛮多的哦，但是他走起路来却是非常的稳重跟沉稳哦。他比较让我担忧的一部分啊，是那个弹药的问题。这个 L27A1 啊，应该算是同阶主战坦克的钢针里面，应该算是倒数的。他这个后销跟穿身啊，其实不是的非常的好哦。那他让我在遇到一些像是 T90M 啊，或者是德国跟瑞典的主战坦克的时候，需要让我稍加思索一下去怎么去对付他们哦。那其实这台车啊，虽然说走得非常的缓慢啊，但是就是非常的优雅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以上就是这样啦。如果你喜欢我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并且按赞分享，以及订阅我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来接受我未来更多影片的通知。OK， 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